机会的话，高危险群的口诀是什么？高危险群的口诀是有一个曲线的那一个，有一个曲线的那个。好，来，我数一二三哦，一、二、三、五。好，你再快来，旁边打，旁边打。答对了，来拍手。耶、yeah,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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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对对对。好，子柔，子柔，好，要出全力，好不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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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第三个预防跌倒方法口诀，五个字的，五个字的。好了，我再数一次，一二三，好，一二三，我要闭起眼睛哦。于北北开始，一、二、五，没有人被我骗到，一、二、四，哎，有没有人被我骗到？好，那我们最后一次喽，一、二、三，四，好，子龙你输就得了，把气象部再拨走一个小礼物，好不好？好，好，等下跟。我叫他过来，拉拉，拉拉，好，好，来，那你告诉我，答对了，都是妈咪彩铃仔，好，就是有这个，谢谢啦，好，来，让我们恭喜，恭喜，拍拍手，好，来，恭喜，好，OK， 那我们现在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吉祥物阿波进场。阿波来了。嗯嗯，大哥，看大哥哦，大哥。阿波卡住了，我们可能是掌声不够热烈。来，你再来一次，阿波。哎呦，大哥啊，大厉害哦！你这大自己的啊，你大哥阿波会不会有效哦？好，那阿波啊，想要跟大家一起跳，我们的小朋友可以站起来，我们跟阿波一起跳舞好吗？要不要？小朋友站起来喽！贝贝，贝贝。好，然后我们的姐姐也会在前面带着动作哦，好，非常简单的动作。那大家跟阿婆说 ，Hello，Hello。好，那我们要预备开始哦，预备开始哦。好，这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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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要把它进去好这种这是那小朋友如果一个那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做一次动作吗？好，小朋友来。阿婆看得到我吗？看得到我吗？可以哈，可以哈。阿婆因为视线很模糊，所以说我要站在他对面。好了，预备开始哦。来，一起摇左手，左手开始哦。摇摇摇。干鱼，鱼干鱼。好，我也怕那个冰冰的没事。
好，再用。好，等一下，等一下可以跟他们拍照。那你先把图画好，然后我们要贴在墙壁上，有没有？我们的图画画好，然后贴在墙壁上。然后那再麻烦有参加的爸爸妈咪啊，然后帮我们填一下问卷哦，填好之后等一下一起跟黄老师再交给我们的护理师。哇，你再给他贴在墙壁上。对，我把它贴在墙壁上哦，很棒的哦。今天我们大家来的房间小姐姐，对不对？没有让你拍，你还不能拍人家正面。可以。可以。好。呼吸怎么？啊，他去检查了吗？刚刚他带好好好，那应该是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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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